的辣椒。好像在那边有，你试看。你没看见？没戏了。什么时候死的？这跟昨天和今天。他这个回迁的旅程中，有就说是河流，包括天敌，回到栖息地能达到30%-40%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所以说是能够到冬天再经历一个冬季。成年以后，也就是30%左右。明白。你没看见，是不是退回去了？去年的话，可能我们估计的话，这个4万这5万这这么，今年我一看到，可能超过5万多只。这会儿又是反而。